让漫画更精彩，熊熊动漫解说，别忘记三连哦。蛇柱的日轮刀是怎么放进刀鞘的？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蜜梨的日轮刀放入刀鞘的原理，你看过了吗？同样刀型很怪的蛇柱一黑小八内又是怎样把日轮刀放入刀鞘的呢？由于一黑的日轮刀是蛇形，所以有些聪明的小伙伴表示可以把刀鞘做宽，那样就可以放得下，这种办法是可行的。但在原作中，一黑的刀鞘是这样的。显然断刀村的刀匠们在应对蛇形日轮刀上大有办法。一黑的刀鞘实际上是用皮革制成的，既然是蛇形的刀鞘，向后倒拔肯定做不到，所以刀匠们便想到了侧面开口的方案，皮革刀鞘将日轮刀包裹在里面，再以弱磁性的磁铁固定开口部分，这样既节省空间，作战期间又丝毫不影响拔刀的速度。当然在现实中也存在侧开口的武器。 Nice